邻居家的这个万圣节的装饰，好玩吧？我只能放大到这么大了。你看那边好像还有几个骷髅头，在靠门灯的那个地方。那个穿着白衬衫的那个假人，有一天真的把我吓了一跳，我以为是个真人，然后看了他那个脸色，真的把我吓了一跳。再看看他们家邮箱这。树边上还靠了一个假人，我感觉这要是大晚上的，猛地一抬头，真能把人给吓一跟斗。不过我觉得特别的有趣。